刚刚接完我们家宝宝放学，然后这条流浪狗就一直尾随跟着我们，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，也不知道它是怎么的啊，我都不认识这个小家伙，它就一直跟着我。刚开始我还没有发现呢，我现在刚刚去超市买了一点东西，然后车一停下来我就发现它一直跟着我。这是个流浪狗，我之前也没有喂过它，它好像知道我车上有东西吃似的。我这拍它，它就一直冲着我笑啊。不过车上确实是有东西啊，我车上一直都有狗粮的，车上一直都有狗粮的。过来，是不是？妈妈，爸爸说可以，那我自己。看来是吃的。妈妈。不行，饿了哈。你看到我把狗粮拿出来，好兴奋的。算了，跟他搞点吧。不要动。对了，要听话，知不知道？嗯。之前果然是饿了。他好像闻到我那个车上有东西吃似的，一路跟着我啊，跟到我到超市那个门口，肯定是饿坏了，吃东西吃的好急，还是挺听话的。我要他不动，他就真的没动啊，然后就趴在那里，还是挺乖的。吃的好快啊，我去，这一下就干光了，我只抓了15把给他，一下就干光了。再来点，看到没？这是一只母狗来的，真的是饿狠了，吃的好急啊，这又要吃完了，我去。别给它了，别给它了。这下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好了，哥们也只能帮你到这里了啊。看见了就搬一搬，看不到那就没办法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准备回家了。这小家伙现在应该差不多快吃饱了，还剩一点点，还在那里吃呢。小家伙一路跟过来了，我去，还跟着我。吃饱了就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啊！不行啊，我要开快一点啊！